Look, come on! Go walk! No! Look out! Twist me! Go down! Come on! Go walk! Go down! Go! Now bye! Go walk! Now bye! Go walk!什么怪物啊！啊，古斯塔夫，他还有名字，是，杀了上百人，号称非洲的捕猎之王。查沃先生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抓住，本想把他运过来，成为滨海新城的地标。这水在上涨，咱们得赶快上钩出去啊！ 发现被困市民，准备营救。Roger that. Please go ahead. 哎，看见我们了！查沃先生让你迅速撤回。可是还有居民困在唐人街。拒绝我之前，想想你的救命钱是谁给的。明白，立即返航。 外面水涨了，鳄鱼马上上来了！啊！愣着干嘛？说话怎么办呢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上对面的水塔。哎，爸爸，我扔过去了！我赢了，爸爸，我赢了！ 好了吧，好了，好了，来，蛇，让我过去，你放了你，让我过去，这绳子根本撑不住两个人啊，再不过去都得死，让我过去，滚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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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不是古斯塔夫，而是产物，是产物。
他破坏了唐人街的信号塔，是查沃。他为了唐人街的土地，让他们接受不到预警的信息，他还绑架了我的女儿，让我替他撒谎。绑架？他们这种人啊！帮我一个忙，你们是一个，就是十个一百个，我也乐意。切断了信号，延误了海啸预警的人是你，放出恶语，导致唐人街死伤无数的人。 所有事情都是你做的，就是他，从现在开始就是真的。把它关掉，让不下载你。把它关掉，把它关。大家快跑，有鳄鱼，快跑啊！